这165首在老谱上有个说法，叫“春花秋月”式。我这一跳啊，断你是无法断。风你又封不了，苦心经营中控被我这么一跳，冲破了吧？这形势啊，好有一比呀！哎，比作何来？ 易经内的话，相曰：“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”棋到这会儿，我看就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，胜负力尽，认输吧。哎，鸿生哥，啊，咱这棋输了也就输了，难道你就这么让他喋喋不休啊？哎，棋艺不精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哎。 你就是鸿生哥呀！啊哈，鄙人姓陈，啊，我是从汝南来的，有人托我带信给你，您出来一下吧。啊，虎大，你稍等啊，我去就回。哎，去吧去吧。急到这个份上，我跟你说了，这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请问，仁兄贵姓啊？免贵姓周。啊，信呢？哎，来，问你一句话。 这棋你是想输还是想赢？当然想赢了，如力回天了。那也未必呀、啊。哎，咱们找个地方摆摆棋，来这边。哎，过来呀、啊，这儿不臭，怎么着比你那棋香多了？过来。 过来，小二，换杯新茶。来了，哎，每人一杯，见者有份儿。你看，这就是他那个下酒，他以为他已经活了，其实不然。 先在此紧上一口气，缩小他的眼位，他就是把你的子提光了，他也是个刀把舞。看明白没有？啊，哎，仁兄，果然是个刀把舞。哎，仁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想知道吗？想。帮别人就是帮自己。一呢，我是看不惯下棋无品的人，棋一占用就喋喋不休，这种人。 下棋怎么也没长进，再说了，我帮你赢了棋，你不得帮我吗？如果你助我赢他，我必有重谢。我独自漂泊，以棋会友，现在身上已无盘缠，也只有求朋友了。明白了，哎，你等着，哎。 我不服！哎呀，这棋下的可真……这棋怎么看都是我大优，怎么你小子出去一会儿，就把我给搅给杀了，下了20年的棋了，有这么快的事儿？你小子是碰见神仙了，还是遇见鬼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棋我虽然是输了，但我不服。 不服就不服吧，今儿这棋呀，你回家好好想想去啊，连死棋活棋还没弄明白呢，你就大悠大悠的说神仙也救不了我啊，不怕人笑话？哎，别说便宜话了，输了就输了，我认头。嗯，今儿真是怪了。 我居然输了！周兄，周兄，啊，嗯，这是干什么？多谢周兄指教。哎呀，要不了这么多，够我吃2顿饭就行。我做人是有准则的，这银子你先收下。
要不到我家盘横两日如何？我家有个大田庄。方便吗？方便，酒饭管够。走，出去。别拉我，别拉，哎，别拉我。我说，陈兄，你喝多了。我也喝多了，没多，头重站不住，咱都别喝了。不喝了。陈兄，这这么多人是要唱戏啊？唱戏，天仙配。我这个人呐，我有两大嗜好。第一呀，是好下棋，好好。这第二呢，是好色。你呀，仁兄啊，今天这些女子。任你选一个，略表我地主之谊吧。啊，别别，陈兄，这些女的是小妾，小妾。哦，来呀，来。等会儿，这我得叫他们一声嫂夫人呐。这叫也行，不叫也行。叫来呀。等。等等，虽然我周国能无大德大才，可我做人是有准则的。下棋，为了饭可以，为了骗色，尤其是朋友之妻，那是断然不可的。哎，酒饭，谢过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借过。哎，等会儿，对，我还有一句话要说。你以为你这是在尽地主之谊啊？其实啊，你这是在羞辱我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道理：博二兔而不得一兔。你既好棋又好色，最后是棋色都难得之，什么都上不得品位。告辞。老爷，骂得好。哎，这人生在世，有些福分是消受不了。那位朋友问了，刚才那粉汁堆里你不去，干嘛非在这柴火垛里过夜呢？活该，活该是活该。哎，这人生在世，做人若是有准则，那就不免要受罪受苦；若是没准则呢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所以我周国能。是一个小小的骑士，可我做人那是有准则的。受罪，受罪怎么了？我认。别过来啊！我是有准则的。仁兄留步，仁兄留步，干什么？哎，咱俩是他乡遇故知啊，请问这汴梁城里可有下棋的地方？你也下棋？略知一二，略知一二。身上可带着银子？一文没有。那你还说什么说？你到河边柳树下，跟那些野老村童下着玩去吧。若是要找高手呢？你没钱怎么输得起呀？这是怎么说的？哎，我告诉你吧，那凌霄楼上全国的高手正在打通关。哦，今天是最后一关。现在差不多打完了吧？那清风大师若将最后一关的铁佛爷给打败了，这一个月下来的花红何止千两啊？他一个人全得了，你没钱还不是白去啊？我怎么是白去呢？哎呀，你没钱下注，不是白去是什么？再说，你这个样子，是像个下棋的吗？我是去看看，长长见识嘛。看都不准你看。为什么？你没钱呢。
这下棋怎么老跟钱连在一块儿啊？多俗嘛！说得好，这不与钱连吃什么？不与钱连哪儿来那么多人钻研？哎，你没看我，这除了睡觉，连走路都在看棋谱吗？我为了啥呀？还不是为了钱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越想赢，就越赢不了。哎，你说对了，那我就更想了。哎，你撞我干嘛？什么你？恭贺清风大师封官大赦！各位贤士，各位棋友，一个月来多蒙各位承让。按说下棋乃是求道之术，不应严厉。可这话反过来说，我辈也需要吃喝生存，钱这东西是任何人都不能少的，清风明理。但是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这钱到底有什么用的高深道理。这一个月来我过五关斩六将，一盘没有输，这些钱我理应得到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做太直白了，于趣味略显寡淡。子怡啊，燃半炷香，在半炷香之内，此楼中如有一个人进来，他只要会下棋，我愿意这5000余两银子为花红与他一搏。如果他赢了，5000两银子奉送；如果他输给我，那我就当仁不让。诸位，意下如何呀？好。卖黄瓜啦！卖油菜。5元，黄瓜，黄瓜嘞，这1文钱买个这个？那不行，1文钱只能买这个。这个，2根。行。哎，嗯。行。不错，不错。各位前辈，你们像是在开会吧？不是。学生冒昧。你等等，你等等，等等等等。你是学生冒昧。你们像是在等人。是啊，等谁啊？等你啊。等我。走走走走走。等我干什么？干嘛等我呢？我问你，你会下棋吧？略知一二。略知一二啊，真乃天意呀。闲话少叙，咱们雅士一会。请。这位是在下清风。哦，清风前辈，晚辈失礼了。免了。哎呀，就别失礼了，走吧。哥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呀，走，下什么棋嘛？我还没吃饭呢。哎，放心，有你吃的。走，请我。哎。
呀，我真没吃。你往哪儿走啊你？你哎呀你！哎呦哎呦你慢点儿，你看看，哎呀你看看你这，哎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清风也真会做人呐，半炷香随便等个人进来收拾，貌似谦恭，实则更显骄横。他明明知道当朝的高手都在这儿，还等什么第一个进来的人？装神弄鬼的，进来十个又有什么用啊？看来呀，这后进来的这位可成了清风的点心喽。你想啊，这进门还没下棋就嚷嚷着要吃饭。他能懂棋吗？还略知一二。哎，腰刀定式。哎，你看啊，哎，这谁的黑棋啊？哎，这谁的黑棋啊？哎，这还用说吗？就是刚才嚼着黄瓜进来那傻蛋。失礼失礼啊。黑棋这招厉害，既要出头，又要封死白棋。做到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也不看看执白棋的是谁，那是清风大师。哎，又怎么又落伏了？快看。黑棋还要冲断，哎，真是狂得很呐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我对看棋的方向很在乎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内急，怎么回事这个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
我内急呀！确实是妙招啊，黑棋难应啊！哎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哎，过来！三位爷，怎么着？我问你，这棋你是想赢啊，还是想输啊？这想赢又怎么样？想输又怎么样？你要是想赢啊，我们哥仨有破大飞的绝招，那可以告诉你啊。赢了的钱你一半，我们哥仨一半。啊，这下棋还得赢钱的啊？多少钱呢？5000两。哎呦，这么多呀！早知道我下的认真点了，现在也不迟啊。我说三位爷，不是我小瞧你们，我这人呢不贪财，做人呢还有准则。下棋给别人支招行，别人给我支招，那不行。再说了，就你们仨呀，若真有这个道行，也不至于落得在底下看棋的份儿了吧？告辞。你瞧这小子还挺牛，够狂的呀！是，师弟师弟，高奎啊，我是等着你呢，大家快去快去！上啊上去！快去呀！我是，对，这真。众位骑士，清风身负重望，这盘棋我输了。本以为那条大龙可逃出，可没想到，不过输得好，输出了心得，
棋不输，怎知不足？不知不足，又怎能长棋呀？老夫以为这局棋，并非我下的不好，而是黑棋下的太高了。今天清风心服口服的输了，这位，大师，实在抱歉，还不知你的尊姓大名啊？晚辈汝南周国能。啊，周大师，我这儿有礼了。不敢不敢。这五千余两银子，请笑纳。不不不不，诸位前辈，学生是晚辈，本是来学棋的，但才知道这盘棋原是有彩头的。学生做人有准则，这些银子原本是清风大师当然之物，所以学生以为银子还应该归大师。能下天下之大局，乃是学生一生之所望。今日之棋，学生也是在大师的一步棋的激发下才有些对策。若论名局，当时学生与老师共同创造这盘这盘棋，所以银子我不要。若是有哪位前辈愿管晚辈一顿饭吃，亦是感恩不尽。学生做人确实是有准则的。哎，去我家，去我家呀！啊，诸位，诸位，诸位，大家不要吵，大家不要吵，啊，听我来说。我看这个事情这么办吧，我们从清风大师开始，加上汴梁城有头有脸的这个王亲贵胄，凡要请周大师饭局棋局的，都由我来安排，由我来安排。其中所挣的花红和彩头，周大师得60%，凌霄楼棋社得40%，再有今天这五千两银子啊，我看清风大师拿也当拿，但终归是有话在先了，所以拿呢就拿1/3好了，留1/3给周大师，再留1/3在棋社以支付平日花销吧。原来下棋是本不该提钱的，说钱多俗啊，实在是太俗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没有钱哪来的棋社啊？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先送清风大师和周大师起驾。大师您早啊。大师啊，你看车早就给你备下了，请吧。仙儿哥，我不坐车了，你自己去吧。大师大师，这可是早就安排好了，您今天上户部老爷家传授棋艺呢，咱这个钱可都收了人家的了啊。钱谁收的谁去，我不去。大师您可不能使小性啊。哼，使小性，今天我得给你发一通大火，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什么应酬棋、朋友棋、表演棋、粉纸棋，我不下了，我烦了，我腻了，我不高兴了。钱这我是一分不要，钱我够花了。告诉你，我周国能做人那是有准则的，再也不会了。嘿。我说这都什么朝代了，你还这假清高呢你。还什么准则，你什么准则呀，你不就是个臭下棋的吗，还准则呢你。你准个屁呀。呸。我是一个人都不想见。真的。我真的是一个人都不想见。原以为到了汴梁，可以终日以棋会友，切磋棋艺。可没曾想，这汴梁比我们乡村不知道俗了多少倍。哼，棋倒是下，可下棋不是为了棋，是为了钱。
你下棋为钱，你干嘛下棋呀？你去做买卖多好啊！没劲，汴梁真的没劲呐！我不活了，天地之大，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？前辈，前辈，哎，前辈，我不活了！我不活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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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辈住手！前辈住手啊！哎呦，话好好说嘛，有什么想不开的吗？前辈，人生无常。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。哎呀，你别管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，你别管了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又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别动手。哎，没脸，没脸呢，我怎么？哎，你先把这刀放下吧。没脸，咱们两个都是没脸的人，两个没脸的人有什么话不能说呢？你慢慢说，我听。没脸。说不出口哦，嗯，说不出口，是为了女人吧？你说对了一半，那另一半呢？棋，棋，哎呦，又是女人和棋，不值当。为女人还好，为棋不必。哎呀，实在是说不出口哦！不止一盘呐，三盘呐，三盘都输了，都输了。哎呀，下棋嘛，谁敢说他没输过呢？输给谁了？没脸说呀！你又来了！哎呀，这输给了一个小女子，没脸！呸！没脸的我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输给谁不是输吗？那盘棋。是那个女的执黑，哎，她执黑，好功夫啊！一盘堂堂正正的棋呀。她人在汴梁吗？不在，在江南临安。江南临安，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妙观，哎，妙观。哦，一个女子叫这么个名字，妙观。今天我们打的是松间局，变化百十多种，大家要把心得总结出来，然后一一写出来，回头交给张生。老师，家母今天突发疾病，我想请半天假。是吗？那你快去吧。百善孝当先，学棋重要，侍奉母亲更为重要。哦，把棋谱带上，有空看看。多谢老师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哎，快去快回啊。哎。最后这一步你走的是不是这儿？对，是那儿。嗯，你应该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出来呢？原以为这是个俗手呢。平常啊，这是个俗手，可在这个时候，这就是妙手了。这么一说，你也会下棋，还是高手？哎哎哎哎，别，我只是略知一二，略知一二。哎呦，哎呀，连你这样的人都会下棋呀啊，还能看出几招来？我更没脸了，我还活着什么劲儿哦？你还是让我去死吧啊！你让我去死吧！你等我说完话，你再去死。啊，但凡是人，就有不如人处，又不是神仙，
你连这都看不开，你还下棋？你不是要去死吗？我劝你别上那边去。来来看看，那儿有河，跳河最简单。去吧，去吧。不不不，你别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告辞了。哎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哎哎，陪我下盘棋呀？没工夫。你去哪儿？去临安找庙官啊？你不怕输棋呀？怕输？我还想赢个媳妇儿回来呢。红福姐姐。哟。公子又请假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跟老师啊说我妈病了，我才溜出来的。哎，呸！你妈病了还往园子里跑，你做人做的可够孝顺的。我要是小姐，我才不见你呢。嘘。你，红福姐姐，起来了吗？红福姐姐，梳头呢。来了。哟，有根白头发，我帮你揪下来。住手！啊，墨染亦墨捏，任从衣满头。哎，昨儿你怎么棋输了？这人也跑了。小生昨天有点内急。内急？内急你还不出去，拿我们这儿当牲口棚了？出去！你什么内急呀？他昨儿啊是怕给我买酒喝，真不愧是吃素的人教出来的，这做人做事啊一点都不坦荡。我听说有土遁水遁，无非是借土借水而逃，这借内急而逃倒是也有意见。有什么讲请小姐明示。尿遁。张生啊，我看这真是你的一大发明啊。你们两人说话是不是也太刻薄了？张生，我的棋如何呀？比我略胜一筹。还用跟你比？我是说跟你师父比。那可真是有点难为小生了。怎么难为你了？是好是坏你实说。非说不可。非说不可，说了你今儿个就没白来。那我可就实话实说了。好啊，实话实说，姐姐我呀就要听实话。我师父他从小就寄养在白云庵内，自小学的是下棋坐禅还有读经书，这棋看着朴素但却平衡，他一招是一招，看着普通实则深奥，要不怎么叫妙观呢？可是姐姐你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个不一样啊？你说说。姐姐你自小长在孤兰里边，学的是琴棋书画，人又透顶聪明，这棋嘛下起来就觉得飘逸，看起来漂亮。但是什么？但是你说呀。有时不免显得轻浮华而不实。你说的是实话？别人也都这么说。是啊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哎，街坊他们都这么说。姐姐可千万别怪啊。哼，那与你师父比呢？大概说我师父已先。哎，这也是别人说的。姐姐千万别生气。本姑娘才不会生气呢。我原以为你能说出什么有见地的话来呢，无非使人牙快。我看呀，你在棋上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了，你走吧。姐姐，可是我刚来啊。林子，送客。哎，张公子，请吧。哎，
姐姐，叫妈也不行，走，你倒是走啊，走。等等，哎，姐姐，有个信儿，不妨告诉你师父知道。明天我要在流云院以一当四，如果他有空的话，你让他来应战，我倒要看看谁强。来，拿上来吧。好，放着。张生啊，老师，学生在。你母亲的病可好点了？一副药下去以后，大有起色。那，你棋谱可看了？我还没来得及看呢，不过晚上我会补上的。也好。老师，明天流云宴有个棋赛。是吗？又是下彩的吧？多吗？少不了。怎么讲？红拂姑娘她有一当四。哼，笑话。下棋是对弈，又称博弈，向来是一人对一人。这红拂不愧是坊院间的棋手，连下棋也要以一当四，这也算是卖笑的风范吧。张生啊，流云院你也去了？没有，我是听说的。是，你是为母探病去了，还是为己探色去了？探病，我真的是去探病。探病怎么探到红拂那儿去了？张生，棋下的好坏自有天分和缘分，棋可以不会，可以不学，做人可不能不识啊。是老师，学生谨记。去吧。嗯。